1月7日，杨幂独自现身机场。最近深陷离婚风波的杨幂再次现身机场，怀抱外套秀美腿，好身材依旧，但神情略显严肃，步履匆匆，眉头紧锁，一脸疲惫，再加上瘦瘦小小的身体，虽然化了妆，但是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憔悴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希望大幂幂能好好照顾自己了。